Yes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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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只能进不能出的，要先把这个肉饵放进去。应该先把它打开，把它放在这里面，全部撒了。嗯，那就放一口。抓到一只蟑螂，这个效果不行，我要再改进一下。我把这个放进去，看能不能把蟑螂吸引过来。这蟑螂已经死了，赶紧搞走。明天要上什么课？你的书包整理好没有？铅笔、橡皮盒你放了没有？美术书不就在这里吗？就在你眼前吗？还找美术书？这个书啊，那不是书吗？哎，知道，这个不是美术书吗？美术图画本的书。
果果的怎么会有呢？跑来跑去的找到没有？这里你都找了几百遍了，找得到吗？找了几百遍了，找得到吗？你的画画本这学期已经买了三本了，找不到。要不你拿一本旧的去吧。我不想，我想买个新的。新的已经买了很多本了。啊，再买一本嘛。就是这一本嘛，只是封面有点烂。封面有点烂而已。旧的也可以用啊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我每次买了新的给你，你又要把它搞丢，我就给你一本旧的。最后一次。真的是最后一次吗？那明天早上去学校的时候就去买一本新的。不可以再搞丢了。再搞丢妈妈不买了。画画本找不到，又要找铅笔盒。什么又要找铅笔盒又不见了，那要不要买个新的铅笔盒给你呢？好。又找什么铅笔啊？铅笔又不见了。找了铅笔盒就找铅笔，找了本子又找书。铅笔买了100支，还有那个橡皮擦50个已经给你全部搞丢了，一个都没不剩了。之前的橡皮擦不是吗？黄色那个啊，一个都没有了，全都给你搞丢了50个。好，现在又给你放了，放5支铅笔啊，5支铅笔。橡皮擦再拿一个，我看一下这一盒橡皮擦你能用多久，看看能不能够这学期用。给你2颗橡皮擦，5支铅笔啊，加上这支5支铅笔。我看你今天晚上回来，一支红笔，看今天放学你能带回来多少支，好不好？好。能不能带回来3支？可以。2个橡皮擦能不能全部带回来，不要丢？可以，红笔也可以。真的吗？好，看你把说好，是上学了。对呀，我看一下你的5支笔还在吗？5支笔少了一支。哎，对，少了1支。垃圾桶掉到抽屉里了。哦，那又不见喽。抽屉里，1支笔而已嘛。红笔呢？红笔也不见了。红笔好像被别人拿走了呀。那就是喽，那就这个笔还是没有守住了。啊，他们守住了。守住了。2支给你，4支笔少了2支还是很棒啊。